哇，下一个打噎你哦，是吗？嗯，好像是。Good of war, your opponent has a powerful defense. Use your equipment to win this turn. 你的对手拥有大量疯狂强大的防御力，用你的武具想办法这回合获胜。你可以用武具贴到生物身上，给他们各种好处。银毛狮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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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起来是银毛狮，对。好，你可以走了。行尸，是差不多的东西。先看一下第一个，Don't show again， 不要再烦我了 ，Don't show again， 好，一脸叫每个结界，哦呀，巨魔护手是吗？石像护手，魔像护手，魔像皮护手，五具啊，刚不是讲。哎，所以它本身是加二加零，没有啊。Each equipment attached in， 没有一个武具装在那只生物身上，这只就给它加一加零啊。所以什么穿一件就是加一加零啊，好不重要。哦，Onagi Anata， 你我没有念错，心跳的比较快。Onaginata 只能穿在力量三或以上的生物。杰夫的加三加零践踏，哦，那呗。他算八滴血，我有四只要打，所以我现在总伤害还不够。下一个可靠的大砍刀，一点交二一，点交二一啊，这是战敌卡的。还有什么？哦，那个杰夫的生物获得每加一加一，每一张是哦，好强哦！光之铠啊，全光之铠啊！可是这是神的，对，我知道是神器，对。哦，果然是解决问题的重点。处刑者斗篷，两点叫二威赫啊！算了，我点到了，这应该有用吧？应该会用到了，通常。最后一个什么护什么火，不要把它丢出去。三点叫二 double strike， 反正我们先给一个人穿一件。我还有几点玛纳？七点玛纳。这个穿一件要二，然后这个穿要多少？这个二三五剩两点。这个三二，不行，不会过，伤害不够。答案不是这样。威吓不是答案。我觉得应该是拿那个、欸、拿那把刀吧，因为你全打他会全挡不是吗？然后你只要有那个刀有践踏就可以了。那个阿欧杀，真的吗？觉得是所以拿连击践踏、啊，连击一个践踏。可是你拿连击不能践踏、啊，你要三以上才可以，你到三。不会啊，配的顺序就好啊，配大砍刀啊，大砍刀二哎、欸，贵啊。不过那你这样就要重来了。哦、这一个每一个都是二，没有，我先想一下，先从头到尾想完。两点叫二，中配都是二，这样比较好算。所以我有九点玛纳，我最多穿两件。所以你要下五点个，你要下一个两点，一个三点。所以我在两件之内要完成获胜条件，这一件三点，这件一点，所以不是一点。不是，可是践踏一点，有一点二二一也可以如果你这样不行，三个一点的，这个啦，这个就这样哦，对，我猜三个一点，然后两点啊，对，这样加起来多少？加二加一四四再加三，然后跳 get， 我觉得是前三个加起来就打爆了，可是敌人是。敌人会这么智障吗？你有践踏啊，你其他全部一起打、啊。再算一次嘛，好不好？这一只二二，这个加二加一四，这个加这个四三啊，七，这个加三，加三七八九十，这样加十，这样十践踏，他全
挡的话是打26，加十见他加十就死了、啊，加十就死了。不是加完之后是10、12、16、16、8，哦，刚好。对，刚好啊啊，我赚完了。真不好玩。第二关嘛，你不要这样。后面还改一大堆奇奇怪怪的武具，原来问题已经被解决了。穿衣服咯，你先把裤子穿上，一捆嘛。记得穿在同一个人身上，穿错就没救了。穿错就没救，我跟你讲。嘿嘿，谁穿的衣服啊？最后把卡塔娜拿起来。打人咯，去吧，虚空雷神兽门。A 他 A 他，右键右键 A 他。我挡都会。新科技。下下。干嘛自己打 hit 啊？我是打 high 好吧，我在看。因为我们聊天室还有另外一个人，那我不知道他是另外一个有吗？我没看到啊，不是吗 ？Destruction of 没有，我这里的聊天室等下我 member 在哪里啊 ？Member 在哪里？干破坏龙啊妈的！啊，对不起，我实况飙脏话，这真是太难看了啊！实况飙脏话。因为我看到他全名，我才知道是破坏龙。结束了，第一关又结束了。你知道你现在打了，所有文字都会变尼狗尼狗吗？